戴着耳机的听到有人说王源最可爱，我可以吹高刚起来啊！成年猛虎，虎中之虎，非常虎。我好开心啊，这些真的太……而且这么多年没有剪过短头发，剪一次。六一快乐！终于不是小可爱了啊！已经不是短案子，把他嘴给扯破。